怎么还不走？这里是我家，我为什么要走？爵公子为什么刚刚一直看着手里的老虎刺绣，看那么出神？那是他弟弟的。啊，刚刚爵公子提到的狼弟弟。你怎么每次都能听到我们说话？没事就喜欢趴墙角是吗？你更应该问问自己，是不是来爵宫来的有点勤快了？侄宫住着不舒服啊。我来找我未来的夫君，天经地义。你也快成年了，赶紧找个媳妇儿，别天天缠着你哥。少管我。没关系，你不告诉我，回头我自己问他。你别去问。